跟陈立伟打电话来，在这边交大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祝大家父亲节快乐。然后呢，那个陈立伟在8月10号的晚上7点也会在交大会的2楼举办个正念那个发表会，到时候请各位相继踊跃参加，好，谢谢指导，谢谢大家。你把我拿了没有？没有，